人在船上游，这个是真的。还有翻翻的，没人就他买我有翻翻。啊，假的，假的。丹麦著名的地标美人鱼，来个特写吧。这是真还是假的？这可能是冒牌品，我的媳妇做的啊，拍物品。拍他，你看。我们在丹麦的哥本哈根购物街，这是它的广场。
他能倒卡吗？OK， 我妈呢 want to buy 包包 ，I say OK， no problem， the problem is I got no money。
走。